你把篮球和鸡联系起来想一想。篮球和鸡啊，哐就炸了，哐就炸了，哎呦哈！李红叶再现奇葩包袱。我们没有别的优点，就是现场火爆。您给说说吧。那个，激动激动，我爱你们。我当时说的原话就是，我看你们现在这个精神不错，昨天晚上肯定没看世界杯对吧？啊，那是啊，足球哪有篮球好看呀？然后全场就爆笑。李博士，笑点在哪里？机动学院和篮球怎么就好笑了？你把篮球和鸡联系起来想一想。篮球和鸡啊，哗就炸了，哗就炸了，哎呦哈！这个就比如说啊，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你送我戒指，我就叫这个我不就是那个不是，比如说啊，举个例子，嘴里有袜子对吗？你再说一遍，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口红，哎呀，这个口红太贵了，你都不爱我，你口红都不愿意给我买，哎，那行，我给你买个戒指，给你买个钻戒，这总行了吧？代表我的心了吧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口红比钻戒还贵，好吧？现场观众笑得很嗨啊！谁笑了？这时候这能笑得出来吗？你不想笑，我才懒得理你、啊。这叫什么话呀？因为我如果逗笑你了，别人肯定不会笑，因为你是神经病，我为什么要逗笑你呢？你说这话有意思吗？我可以拍胸脯的保证，在50年之内。在全国所有的高校里都不可能出现比这更好的节目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是不是你们以为没炸？那当时现场就炸了呀！炸了，炸了 ！Nice。有比我笑着笑的人更多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他说：“啊，真炸了呀！”废话，能不炸？你给解释一下吧。包袱一，太原。这个例子呢是这样的，大家听好了啊。女豆跟高中喜欢的男生叫太原啊，他大学喜欢的男生叫责任，在交大有著名的一堂课，选择交大就选择了责任啊。后来太原选择了责任啊，这么说太原考上了交大，说错了，太原选择了出国留学哦。去哪儿了？请问太原去哪儿了？好家伙，那谁猜得着这玩意儿？答案就是太原啊，他确实去了太原，这是出国吗？现场一共笑了1.2秒，咵就炸了，咵就炸了，李博士，这是包袱吗？哪炸了？真的是啥也不听，就跑来一头黑。你去听啊，我说炸的包袱是一定炸的，就不炸叫什么叫？我还说炸的干嘛呀？反正说瞎话呗啊。包袱二，失恋。举个例子啊，两个人在台上说，我特别喜欢谈恋爱啊，说你也太饥渴了吧，你看我只要女生我就喜欢你，比如说我们楼下阿姨，阿姨都50多了吧，阿姨啊有个女儿，那也30多了吧，阿姨的女儿还有个女儿，还没满月呢，你看我又失恋了3回吧。什么乱七八糟，笑了10秒左右啊。你说的有点牙碜是吧啊。李博士，您这破包袱能笑10秒？就懂的都懂，不懂就算了。这种大包袱呢，真的是有的是懂的都懂的。你拿我当傻子了是吗？我们的节目还是很百听不腻的。你拉倒了吧，我听这俩我就要吐了。24 hours later， 能唱一段戏吗？我不唱戏，但你要听唱歌，我可以给你唱一下我所写的歌曲。因为唱肯定不是指太平歌词，这也太低级了。卓学斗唱四门功课，这个唱就是太平歌词、对，怎么可能唱这个字那么精彩的话就只是说一个太平歌词呢？绝不可能啊！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唱。有人说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梆子、大鼓、唱歌、各位那叫学因为那几样都有专业的演员在演唱、只有太平歌词是你说相声必须要会的。对，太平歌词是相声练唱功的，相声也可以用别的练唱功。我就喜欢唱周杰伦的歌，也可以练，没什么不行，没什么不行。挥手告别战友，一觉醒来找不到借口。唱完了告诉我一声，唱。
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怎么说呀？就您唱这玩意儿，这搁一馒头，狗都能来。德云社呢，已经负债累累，也没想走长远，就想赚一笔钱结束。不信你们看啊，现在情况呢，就是据我了解的情况啊，就是德云社呢，已经负债累累了。应该有几千万的负债，而郭德纲呢，应该有几个亿的收入的这个存折，他会不会拿出几千万来救德云社？我们可以看一看啊，就是他到底最后选择是我掏这个钱把德云社救活，还是德云社死了算了，我自己赚钱自己花？很快你们就会知道答案了。就很有很多德云社的粉丝跑过来，不停的表示，就是公示相声肯定不行，德云社很厉害。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或许不久的将来，德云社说的所有相声都是公。德云社这块招牌想继续留下去，成为相声的经典的话，他可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走公示相声，然后跟开心，我们跟那个就是走这种没有三俗，这个文明的公示相声，然后跟开心麻花这个公示小品，去分庭抗礼。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路线，啊，所以要不然就干脆就死了算了，黄了算了。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子！这段有意思，那个自称是说相声的上海交大博士李红叶，我偶尔也刷到了他的一个作品，突然发现他在人内还有那么一点点自知之明。来，先看个视频。我们俩表演都欠佳，确实有进一步打磨的空间。我们也不是表演专业出身的，当然我们呢也更加崇尚。李博士啊，能得出你不会表演这个结论，这应该是你所学的材料加工那个专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因为你突然发现，经过那么多年，你用那套公式加工你自己，你还是成不了说相声那块料。但是有一点你还是没想明白，你不会说相声绝不是因为你不是学表演专业的。我跟你那么说吧，这相声门里凡是能称得上大师艺术家的，别说学过表演专业，他们就没几个上过校。就拿马季老先生来说吧，小学刚毕业就去了制造厂当学徒，苏文茂老先生12岁还在药铺当伙计，田立和老爷子都15了还在他们自家诊所当小立本，就连你那个伯乐姜昆那也是小学刚毕业就辍学误了工了，人家郭德纲上到初二才退群，那在说相声这帮人里那都算学历高的。博士啊，醒过盹来了吗？你表演不行那是因为你没有相声的基本功，贯口一段不会，柳活一个没有，倒口说不清楚，吊坎听不明白，拿相声行话讲，你这就叫空马，人家说相声那叫实活，你呢没有活，那不光剩下的。博士啊，说了那么多，你离相声啊还真不是太远，就搁着4座大山，哪4座呀？说学逗唱。关注我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